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炮哥。我现在在这个位置是广东山水高速上面的一个服务区这里。我下来跟我兄弟啊开一个车回去，他在这下面打工的，他准备把这个车开回去啊，卖了不要了。他这个车呢才开了一年，是买的新车，但是买的新车是14万块钱，是一台国产的长城 H6， 他准备开回去不要了，因为他说现在打工不好打，加油都加不起了，准备开回去卖了不要了。具体什么情况呢，等一下我们去问一下他吧，看一下怎么回事。这台车还是挺新的，是一台国产的越野车，还是比较出名的，是台长城的 H6， 白色的，好像是高配的，带天窗的，挺新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内饰吧，这个内饰还是挺新的，全部是黑色的，功能还是挺齐全的，自动挡的，里面还挺好看的，胎子也挺高，真皮座椅，而且还非常深啊，看到没有，大天窗的。它这个显示这里才跑了12421公里，有中控大屏，这个是自动挡的，反正配置还是挺高的，看真皮方向盘，电动调节座椅。我们再看下二排吧，哦，二排锁住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开，反正二排也挺宽的。这个车呢，是他自己开的，从来也没有碰过刮过，还是非常新的。你想一下，才一年多一点点，你说不新才怪是不是？车况还非常好的，这个轮胎都没有磨损过。非常大气啊，这个车头。这是二排的空间，还是挺宽的。这里还有个杯架，这个黑色内饰挺高档的，看起来有点像那种高端车一样，反正挺漂亮的，功能挺齐全的。我大风，我刚刚打着火了，这个车里面也挺静音的。这个挂挡的这个挺漂亮的，有点像那个宝马车那个挂挡的一样，我还是蛮喜欢的。现在的国产车做工还是挺漂亮的，我兄弟说开不起了。现在我试驾一下他这个车，感觉还是不错的，挺好看的。兄弟，你这个车是那这开完这边没开了呢？打工哪个啊？今年啊，是去年是买的，开回去了是吧？当时是啊。你当时买这车亏几多钱？亏10万多。10万多。嗯。那这想到开回来卖的？因为在广东这边嘛，人家给了太便宜了。太便宜了。才给了8万左右吧。人家开回去卖个9万到10万，人家买到吧？哇。嗯。也想着不？嗯。我其实增加过的那是你们和啥货啊？一年啊，才开1万公里左右啊，1万多的。我看了一下10000，哦，买个10万块钱应该买到吧？哇，希望吧，也是吧。倒开了这个车子，牌子也高，还可以，视野也好。嗯，越野车真好哇，比小车开舒服的。我们他这个车我感觉动力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又是自动挡，提速还是挺快的。兄弟，你这个车子去年是什么时候买的？去年上半年。上半年。嗯。到现在不是有1年半了吗？
一箱子吧。一点八，才开一点八，怎么想开了？没想开，开不起了。开不起了。